OK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拉夫牛。这期呢是粉丝投稿的凯蒂猫雷诺抽奖视频呢。那么这个抽奖视频呢跟兰博基尼的抽奖方式是一样的哈。那这位粉丝呢是一共准备了300张券开始抽的，我们看到最后看一下这300张券是多还是少啊。好的，最后呢是剩下了17张券，那再减去那些免费获取的券的话，这相当于说不到600块钱就可以拿下这辆凯蒂雷诺了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喜欢的可以点赞投币支持一下哦。